下低，我一下高，摇摇晃晃不肯倒，酒里乾坤我最知道。少林软气功的一种，要将气运到腹部，把铁碗深深的吸住。可是天性背着小天妹出来做什么呢？他是要挑战双人腹部吸碗，究竟能不能够成功？掌声鼓励。
谢谢谢谢赖索托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吃饭功，虽然。